信我们大家都知道，这几天我们可以从外面国外啊，从国际间对我们选举的重视，从两岸中共对我们的态度这样的强硬，再从我们国内我们整个选情的激烈，看起来就知道我们这次的选举实在说非常的重要，特别是要向祖山的繁荣在这一次选举，我们这礼拜一，所以我在这里要拜托我们乡亲，在这一次的选举的时候，不要把它当作这是候选人之间的竞争，也不要光是把它当作这是国民党对民进党的竞争。当然了，其他的候选人啊，大概都已经出局了。其中有一个候选人啊，他已经送出去了，是要送出去跟送出局了，知道吗？决定我们的命运的一个选举，这个选举选对了，我们台湾继续走向安定繁荣；选举一选错了，马上我们就要面临的内忧外患。所以，大概我给一个能够为我们台湾今后安定繁荣很努力的这个候选人，这就是二号的连消费，好不好？只有二号的连消费才可以把经济包括我们的股市救起来。你看看今天我们的股市的情形，你们就可以知道，只有我